哎呦，违禁小心了，撞这么大一下，多给你几次画面啦。Special 出席活动打完直播变脸，人家 App 上面看得到特效，但实际上怎么好像有点。好了，其实一直以来被排挤的是我。一直以来在团体里面，我都没有朋友。子红再演下去就太多了，是说请教 Special 如何冲高直播人气？那就要做一些就是很夸张的事情，脱衣啊，或者洗澡啊，对啊，那种就一定要做很夸张的事情，你不用露点啊，就一脱下来，然后其实这边贴了两个贴纸一样，什么熊大的脸，就看。活动除了 Special 鬼鬼，还有 Yoga 林宥嘉出席。很多次兜圈啊，然后每次都唱得很好，然后大家也觉得就是，大家也都觉得习以为常，然后反正他唱歌就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今天如果因为感冒破音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帮 Like Me 的直播增加一点。对，啊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结果我没破音，拍谁？太可惜了。其实如果穿肉胎装是不行的，不行。对啊，那好好险，因为上次我本来是想要穿就是那种皮肤色的发热衣直播的。那我有个问题，因为。他说取满版都是肉的话，就会被下架。那假如说我脸靠太近，这样会被下架吗？我不会，你脸没有大成那样子，你脸很小。哦，有加，你怎么真的很小？什么很小？脸，没礼貌，脸只有脸，对。